各位研读儒学的同修，我们继续研读孟子。孟子梁惠王这一篇分有上下两篇，上篇呢我们有研读过了，现在就从下篇梁惠王下。我们开始研究，这个是在《孟子读本》第四页，第四页有个小题目“两会往下”。这章经啊也很长，我就不要全部念完了，就是念一小段，我们就再研究一小段。庄鲍。见孟子曰：“鲍献于王，王欲鲍以好乐。鲍未有以对也，曰：好乐何如？”孟子曰：“王之好乐深，则齐国其庶几乎？”我们先就这一段，我们看看啊。庄鲍是见孟子，孟子这时候在齐国，他见了孟子就说了：“鲍献于王，这个见都先，献于王是觐见于齐王，齐王这个时候啊，经里面。”没讲是哪一个王，那么在这里应该还是齐宣王。那么他见到觐见齐宣王啊，王欲报以好乐，宣王欲就是告诉庄鲍他这个王啊喜好音乐。鲍未有以对也，这个是庄鲍跟孟夫子说了，我没有对，对是什么呢？就是对齐王讲的，齐王告诉他齐王好音乐，但是好音乐有什么道理呀？庄鲍说他不知道是这个道理在哪里，他一时没办法来做应对的。曰：好乐何如？这个乐是对孟子讲庄鲍就问孟子：好乐何如那么。喜好音乐，这又如何呢？如何的意思就是，有什么很好的道理在其中吗？那就问孟夫子。孟子曰，孟子就告诉这个庄鲍。王之好乐深，在齐国其庶几乎？你的这个王这个好乐深，他要爱好音乐，爱好到深，爱到很深很深的非常爱好的时候。则齐国其庶几乎？那你齐国了，庶几是差不多了差不多你齐国说是能够安定了，治得
这个国家治的就很安定了。这是庄宝跟孟夫子，讲到他见到齐王，谈到音乐这段事情呢，这一段谈话。他日见于王曰：“那么他日是孟子，过了几天？过了几天呢？”见于王曰，这个有人主张啊，见于王也读先于王，但是在这里啊，也不必读先，还是读见也是可以的，因为庄宝是宣王的臣子啊，臣子见君主啊，是觐见，读先了。孟子到齐国就是啊，客卿地位呀。那么国君以他当拿他当客人看待呀，所以是平等的，可以在这里仍然读见可以了。所以他日见于王曰，孟子啊，过了几天见到齐王就问了，王常与庄子以好曰友诸？你呀。常是曾经告诉这个庄子的，就是庄宝啊，说你很好约，有诸是知乎这两个字，知是好音乐，乎呢是疑问的话，你是有好音乐这桩事情吗？知乎这两个字念得很快，就变成猪了，它是个合音字。王辩护色，齐王一听孟子这么一问呢，脸色就变了。这个变颜色不是对孟子的，而是听孟子一说啊，是。庄宝告把他好音乐这段事情呢，告诉孟子，他这个变色是对这个庄宝的啊，认为庄宝怎么能把这个事情告诉孟子呢？所以一天之下，他脸色有些变了，变了颜色，然后他就说了，寡人。非能好先王之乐也，只好世俗之乐耳啊！寡人是齐王称呼自己，我不是好先王之乐啊！我只好我是只当单子讲，这个单子啊，意思就是说。他只有好那个世俗之乐，没有好先王之乐。先王之乐指的像啊，舜帝那个少乐，武王的这个武乐，以及是皇帝尧舜称禹王、成汤的这个每一个朝代的那些明君呢，都是先王啊，都有音乐，那个音乐都是先王的这个崇好的啊，尽善尽美的那种音乐。那么这个世俗音乐什么呢？世俗音乐只在战国时候。春秋时代就有了。春秋时代，孔子曾经说啊，这个放正声，正声是郑国的这个音乐，还有这个魏国的，魏灵公的那个魏国的音乐，
正位之音，正位之音的音乐就是在当时是流行的世俗的音乐，那个音乐呢，是一种这个靡靡之音，在乐器里面讲呢，那个音乐是音呐、啊，音可不是讲这个男女这个之音呐、啊，而是那个音乐的音调啊，过分了，无音，宫商角徵羽这个无音呐、啊，不够那个协和，他有时候哪一种音呢，特别这强调了呀，这个齐心的来表现出来。使得这个人呢，这个听了这种音乐啊，靡靡不振，精神不能振作起来，就是心呢就被那个音乐吸引过去了，有这个不好，那么叫做世俗之乐。到春秋时代是如此，到战国时候，这个音乐还是在那里，叫做世俗音乐，因为。孟子一听啊，齐王只好的是世俗之乐，孟子就说了，就告诉齐王说了，王之好乐甚，则齐国其庶几乎？同样的，跟庄鲍讲的，现在又跟齐王又讲。前面跟庄鲍讲的，王之好乐甚，在齐国其庶几乎？那是因为庄鲍是齐王的一个臣子，所以加个齐国来讲，在这里跟齐王讲呢，齐王，这个齐国是齐王的国家，齐王就代表这个国，所以这个国就不必提了。说在齐，齐庶几乎？齐庶几乎意思还是一样，你那个好乐好到那样极处，甚就是好到极处了。那么你呀，这个齐国了。你一切都治得非常好，齐家治国，你这个国那治的是一切都安定了，那这个为什么呢？今之乐有古之乐呀，你说你只好。现在的世俗之乐，世俗之乐就近代，就今天大家流行的这个乐，今天大家这个时间流行的这个乐啊，犹如古之乐也，犹是犹如，还跟古时候这个音乐差不多啊。那么这句话。我们稍微要研究一下，前面我们分析了之后，古代先王那个乐啊，尽美尽善，一听起来就叫人家能够人的心呐就能净化了，那么学到能够从这个音乐的先王的音乐。来欣赏，就能从这里能够学到啊，学到心念的就能够净化，心灵一净化了好了，圣贤这个大道啊就能够一步一步学好。那么一个世俗之乐，靡靡之音，那个怎么能够跟兴旺之乐相比呢？孟子在这里讲：“今之乐有古之乐也。
有古之有啊，它是从哪一个角度来讲呢？古时候这个先王之乐啊，能够吸引人家，叫人一听起来啊，心呢、就在那个音乐上面。那么这个古时候那个先王的乐一弹奏，就把这个人心呢，就能够，使他能够，有对这个先王都有向心力。那么今之乐呢？这个世俗的流行的这个音乐呢，它的功用，虽然不能够净化人心呐，但是它能够使人呐，能够，被它吸引住了。一听到这音乐，大家都感觉很有兴趣来欣赏它。就这个意义来讲啊。今之乐有古之乐也。即使今之音乐能够吸引人，也如同古代的先王之乐能够吸引人。那么这样就好了。这个你用这个音乐来使你的国民呢，都能够同心一德，都能把他的心呢归向于你，这就很好了。那你的号乐，就有很好的号乐的成果了。但是这个道理呢？齐王还不明白，他就问了：“可得闻语？你老夫子讲的这个今之乐有古之乐，又说我好乐啊，我的齐国就治得很好。那这个道理呀，可不可以请你老夫子告诉我？”让我听一听。孟子就说了：“独乐乐，与人乐乐，孰乐？”孟子就问齐王了：“你单独的在那里欣赏音乐，是快乐。再呢，与人跟别人在一起欣赏音乐也是快乐。这两种快乐啊，孰乐？哪个？两者比较独乐还是与人乐啊？哪一个更快乐，更好？”曰，不若与人呐。齐王就说了，那这个独乐不若，就不如跟别人一起听音乐啊，这个快乐啊，比独乐单独的欣赏好。孟夫子就说了，更进一步再问了：“曰，与少乐乐，与中乐乐，孰乐啊？与少数人，比如说有一个人、两个人，你们一两个人在一起，听音乐是乐；与更多的人，众人就更多的人，三人以上的。”那么这两者乐啊，孰乐？哪一种
比较使你更快乐，也不入于众啊。齐王就说了，那跟少数听音乐的乐啊，不如比，不如跟这个众多的人在一起欣赏音乐快乐。那换句话，与众多的人在一起欣赏的快乐啊，那更快乐了，比那个少数人啊更好了。经过孟子这么一问一答，孟子就说了：“臣请为王也乐。”那么这样，我臣就是孟子称呼自己，我就愿意跟那个王，我为你谈一谈这个音乐，谈谈这个音乐这个，这个道理。今王古乐如此，伯姓闻王钟鼓之声，管乐之音，举疾首粗轭而相告曰：“吾王之好古乐，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？”这个父子不相见，兄弟妻子离散。那么今王就是现在的呀，在战国时代啊，就讲那个今，就那个时代啊。那么现在，这个那些国王啊，古乐于此，或者就指啊，就假设的话，假设今王你呀，你这个齐王呢，在这里古乐，古乐就是奏乐了啊，用那个钟鼓啊，在那里奏乐。伯姓就老百姓，听到这个你这个国王在那里奏的音乐有钟鼓之声，钟鼓之声，钟呢，钟是来这个敲击来要接制鼓的声音的，这是就有钟鼓之声，管乐之音呢，乐是那种笛子那一类的，好像是笛子，比笛子短，有三个孔。管呢是一种，那个是一种笙，笙啊有那种有十几个孔，那么这个是它因为有管子，所以那管就代表啊，说这个笙，笙就竹子头一个先生的笙子。那么拿这个做音乐的代表，钟鼓这个声，声是一个单调的一种声音声，音呢就有很多的声呢，把它组成的那有旋律的，那么这叫音，音乐的音呢就指的这个音。那么一般老百姓呢，一听到你在这里呀，你这个国王在这里呀，有钟鼓之声、管乐之音呢，他们举手催额，举是当那个橘子讲，举是人字边那个具备的那个橘子了，人字边加个工具的具啊，那个橘当那个大家。代表这个大家都是这么做，举起手，那些老百姓呢，这个都是举手粗轭，举手啊是啊，一听到的钟鼓管乐这种声音，大家感觉到很苦恼，
苦恼的头的感觉通了，啊，叫棘手。催额呢，这个额是一个鼻子，人的鼻子啊，鼻梁，这个鼻子是从这个上面一直垂下来，这个一端呢，这叫额啊，古人的这个发到这个心里很忧愁的时候啊，往往这个鼻子啊，它有，它有这个一个收缩的那种习惯，鼻子一粗一收缩啊，就感觉心里很苦闷，如同后来的人呢，一感觉遇到这个心里不高兴的话，蹙了眉头了，眉头一蹙，这是，一般在古代与近代啊，习惯的那种表示的一种方法不同的。在那个时候啊，那个棘手蹙额，蹙就是一种这个蹙眉的那一种处理啊，很紧缩的意思。那么大家这样的互相告诉大家，告诉大家什么呢？吾王之好古曰啊，我们的这个君主，他的这个喜好这个古乐音乐，夫何时我至于此意哉？他在那好喜好音乐啊，何以使得我们大家呢至于此极呀？此极是到了极处了，到了极处指的是什么呢？父子不相见，兄弟妻子离散呢。我们那个国王他喜好音乐，把我们的这个这个缴纳的这个天赋，还要我们出上那个人力，供给他享受，以至于我们呢，父子不相见，贫穷，生活问题不能解决，父子各自到外面谋生了，不能相见，不能团聚在一起，兄弟妻子都离散了，到外面各自谋生去了，这个就是穷困到极处了，我们的君主他在那里享乐，让我们这样是，穷困到这个极处，这是一种音乐。再呢，今王田猎于此，你呀，去这个田猎，田猎在古时候有定时的，比如说天子有巡狩，巡狩的时候啊，他这个有春夏秋冬的，春天有时候鸣蝉，夏秋冬啊各有个鸣蝉，但是这个猎呢，猎是一个共同的一个名字。凡是到外面巡守，在外面田猎，田就是在外面呢，划一个区域，在那里呀捕这个野兽。原始的意思啊，那个人均呢，这个田的时候啊，帮助农民呢驱逐野兽，防止那个野兽那个伤害农作物。那么到后来啊，这个驱逐野兽啊，顺便就是捕捉了野兽啊，这野兽捕捉回来呀，就当做这个祭祀的一个祭品。到后来慢慢的呀，田猎呀，就专门就为这捕捉野兽啊来祭祀用的了。
它就逐渐逐渐有演变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到了战国时候啊，叫田猎，田猎是完全是捕捉野兽了。那么晋王贾士女王呢，在田猎的时候啊，划分一个地区，划一个地区在那里打猎。百姓、老百姓闻王的车马之艳，见羽毛之美。你去田猎的话，你乘的车马，那种声音，还要见着羽毛，羽是这个，那个飞禽的那个身上的羽，毛呢就是牛的尾，白牛的这个那个尾巴那个毛。拿来是这个做来这个装饰品的，这个打天猎，这个打猎的时候啊，你国王出来需要用这个。古时候作战舞蹈，那么都要用这个羽毛。羽毛之美，看见那个装饰的羽毛这种很美。举棘手搓耳相告远，这个前面一样的，大家都这个棘手搓恶的互相告诉大家，吾王之好天猎，复活使我至于此极也。我们的这个君主啊，他这样好天猎呀，为什么让我们老百姓呢？穷困到这个极处啊，是我们父子不相见，兄弟妻子离散，到这步田地呀，这就表示那个老百姓呢，这样困苦到极处了。困苦到极处，对于人君呢，就是有怨恨了。说到这里，举出两桩事情来。这是假设的两桩事情，也是指的事实。下面孟子就说：“此无他了。为什么？好音乐，好田猎，而引起老百姓那样怨恨？没有别的理由。这个不与民同乐也。做人君呢？”自己这种喜好，不把自己的喜好推出去跟一般民众一同来欢乐，这就不与民同乐，所以引起老百姓那样困苦，那样怨恨。那么这就是劝告。齐宣王了，晋王古越于此。你现在在这里在这个击鼓这个打钟这个古越在这里。伯先文王古越之声，管乐之音，举新鲜然有喜色。大家都是欣然心里很欢喜有喜的这个色，喜色就是表现在，每个人的这个脸上面色都非常欢喜。而相告曰，也是大家告诉大家，吾王庶几无疾病于，何以能鼓乐也？我们的国君现在没有疾病了。这个如果要有疾病的话，那何以能够出来鼓乐呢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没有疾病能够出来鼓乐，从他了解国王能够出来鼓乐，就知道国王身体很健康，知道身体很健康这些老百姓呢都感觉欢喜。
到这个时候，这个老百姓关心国君的身体是否健康，一直到身体健康了，大家都欢喜。你想想看，这是什么味道？再说，君王田猎于此，百姓往往居马之言，得见鱼貌之美。居新鲜山有几者而相告曰：“吾往数季无疾病于，何以能田猎也？”这也是一样。老百姓看见你国王在那里田猎了，听到驹马之音，见到鱼貌之美，大家一看就知道你呀，身体没有疾病。才能出来田猎。这样一想，知道你身体健康，知道你国君身体健康啊，大家心安了，心里高兴的啊。我们这个国王身体还是这么好，我们大家非常欢喜。有这样的国君呢，来治理国家，我们国家一定好，我们人民也好，是这个意思啊。为什么你好音乐、好田猎？前面是那样，那是不与民同乐的。现在呢，孟子就说了：“此无他，没有别的原因呢，与民同乐也。前面是不与民同乐，现在是与民同乐。今王与百姓同乐，则王矣啊！”你现在能够与老百姓一同这么多的话，那你就是王了，能够望天下了，王爷就成了。这一章最重要的，你实行仁政啊，一定要与民同乐。所以借着那个好音乐啊，孟夫子他是有能够劝导。这个齐王实行仁政，就从他爱好音乐把他引导上来。这可是在今日之下，他可以成为是一个大教育家了。那么下面这一章，我们再看，这是这个第四页的倒数第三行了。齐宣王问曰：“文王之幼方七十里，有诸？”齐宣王又问这个孟夫子，他说：“我听说这个文王之幼，这个远幼啊，有七十里那么大，方七十里呀、七十里见方的那个那么大的范围呀、有诸？有之乎？”孟子对曰：“于传有之啊。”是有啊，经传里面都是这么说的。曰，下面齐宣王就问了：若是其大乎？若是像这样这个七十里这么大的一个远游啊，这个齐大乎？齐就指的文王之幼，他的这个远游。那岂不大乎？这太大了。曰，孟子就说了：“民有以为小也呀。一般文王治理之下的这个民众啊，不但不以为大，而且他们认为还小呢。那个齐宣王一听，这怎么回事情啊？他说了。”寡人之幼方四十里，寡人是齐宣王称呼自己。我的这个远幼啊，四十里见方，那个我的这个国民呢，他们还认为大了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何也啊？于孟子就说了：“文王之幼啊，他是不错，有七十里见方大。”楚脑者王也，楚是草，
脑呢是柴和柴火啊，就是心呐、啊。这个出脑者，出是割草的人，把这个草割回去喂牛、喂羊，喂马。这个脑呢是柴火来砍柴回去啊，生火啊，做这个煮饭这用的。他们呢都能够到这个往往这个原油里边来，还有呢，智兔那些野兽在这个往往之油里面，这是来那个雉鸡的这一类的啦，兔是兔子啊，那么捕捉雉兔的人都可以到这个原油里面去捕捉。那么这个渔民同志啊，那个往往跟这个一般的这些民众啊，都一同，民以为小，不亦乐乎？民众认为，他们呢可以到这里去割草、砍柴火，那个捕捉这个。这个野兔子，那些这个雉等等的，往往不但不禁止，而且大家他跟这个大家一起在那里呀、在那里欢乐。这样子，民众认为这个，哎，这个其实里不但不大，还最好还要扩大一点。我们到里边去啊，有更宽广的这个范围，我们到里边去啊，割草的割草，砍柴的砍柴，捕捉这个野兽，捕捉野兽，那更大更好。所以在这里边说，民以为小，不亦乐乎，不是很合道理吗？臣。这个说完了以后，孟夫子就说了：“我始至于今呢，我当初到齐国来，要入京问俗的，我就问呢，国之大境，我就问别人呢，齐国有这个大的这个禁忌的这个法令上这个，在法令上面最大的禁忌是什么？这个禁止的事情是什么？然后再敢入啊！我现在问问呢、那么这个成文就在那个时候我就听说了，教官之内有攸，教是四教，四教都有关卡这个。我听说这个四教关卡之内有一个缘由这个缘由是什么呢？这个方40里呀、有40里这个见方那么大的缘由，在那个缘由之内，如果有人呢杀鸡迷路者，如果有一个齐国人到这个缘由里边呢。杀了一头麋鹿的话，如杀人之罪呀，这是大禁呐。这种大禁呢，杀一头麋鹿，这是小事情啊，就拿它当做杀了人那个罪一样的来审判他，来定他的罪。这可以说是你这个缘由啊。那就不能够与民同乐，而且这个禁止民众那么严格了，则是方40里。这样看起来，你这个40里见方那个缘由啊，是什么呢？为。景与国中，你是等于
就如同设了一个陷阱，在你的国家之中，在你齐国之中是一个大陷阱。陷阱是什么呢？陷阱是一般打猎的人呢，捕捉野兽啊，在地下挖一个坑，挖一个坑，这个坑不大，顶多容纳这个一两个这个野兽，这个坑上面坑口上面呢，铺着一层这个很薄薄的一个遮盖物，使得那个野兽啊看不清这坑口啊，那个一步踏进那个遮盖物的话，就身体就陷到那个坑里去，这个去了，那就井叫陷阱，那陷阱很小，那你这个40方米。一个缘由啊，这是一个大陷阱啊。这个大陷阱为谁来说的呢？我来设定的了，是为你全国老百姓来设的了。老百姓到你这个缘由来杀了一头麋鹿的话，你都把它定成死罪，定成杀人之罪。那你这个缘由，你不是一个陷阱？那个陷害你的全国老百姓吗？这样看起来，民意为大了，你的国民认为这个缘由太大了，不予以物，这不是很合理的吗？这个孟子就借着齐宣王。问到文王之幼啊，那么大，他自己的幼只有40里，这么大，两者民众的反应呢，完全相反的，什么道理？孟夫子就借着这个，这两桩事情，劝导齐宣王呢。你这个缘由啊，你怎么能跟文王的缘由相比呀？文王之幼，他与民同乐，他的缘由就是如同老百姓的缘由啊。你这个缘由是你自己这个私人一个人在那欣赏啊。老百姓不但不能进来欣赏，他进来杀了一头麋鹿，你都把他当作杀人一样的这罪，这样判他的死罪，你怎么能跟那个文王这个幼相比呢？所以劝他要实行仁政。完了，时间到了，今天就到说到这里。